去带迄个刑事加一寡刑事要去抓，结果两人拄好无伫迄个山洞诶，伊离开迄个所在。但是呢，伊有一寡物件要来互一寡刑警甲摕走去，结果来去阿妈，即、這个杨林诶先啊，搁迄、那个去找讲伊伫倒位，伊来倒转来，拄着先杨林甲讲吼，伊咧问我诶、欸，啊一寡遐物件跌落去，伊讲刑事咧松山都跳退去啊。啊！我已经甲讲，你已经离开遮，你转去转，毋知可能转台东啊，转倒去啊，不定无伫遮。哦啊，结果聊聊天就讲，哎，安尼就放心啊。啊，而且可能也真忝啊。上晚已经日头暗来，介即个杨林介点啊，讲甲足晚。啊，聊聊天爱困啊，就倒遐困，点啊臭臭困，伊就安落去。啊，这是好机会啊。所以这个杨林的先啊，落去即。进去报一下刑事规定，等你，伊伫群知影讲，伊介这么开工到天光哦，才离开啊。啊，离开已经是11月19啊啦。啊，11月19，结果伊才落来的时候，报讲伊即摆伫当伫困，结果规定去甲人为，即、這个杨林即个人，伊带落去，看伊知在那边形容一个精神，感觉山海有人的声啥物啊。在刑事，伊知惨，一定是伊要伊甲报的，所以伊则用提枪要甲开枪啊，注射卡弹，拍无出去。所以呢，这杨林的时候，替地头上我伫头壳甲喊落，啊就敲伊。所以伊死的时阵吼，是伫1909年的11月19早起，迄当时大概10点左右啊，叫讲死啦。啊，因为讲死了后。即政府就讲啊，通知台中迄边看，还阁亲人无有人要来认尸啊？啥无啦，无人要治啦。啊，因为安尼。